Hello， 梅大桑，我是 Yo。今天这个你要卖多少？哎、欸，日文你要卖多少？日文怎么讲？いくらですか？没有没有没有。いくら売れるですか？什么路？売れる。売れる。いくら売れるですか？随便的。売れる。好。ご覧の番組はシアオシー自動車からお送りします。最初鍵館。買い車に食い縫い。開く。你要卖多少？今天这个来一台，看到这台车，我跟你讲，我的脑中会有旋律，你知道吗？什么旋律？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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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哦，不是，那是斜立律哦，靠腰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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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为什么？对啊，为什么？这个代言人是卤味天呐、啊，卤味天，你知道卖卤味的。哎，卤味天有一首泰山的主题曲，你知道吗？我不知道。你不是真正的快乐，哇！这是你来这边上班的写照嘛，对不对？还是你活在这人世间的写照？西安塔，2017年的西安塔。看到西安塔，除了想到卤味天以外，第一件事情要估车，要看什么，你知道吗？要看什么？有没有七人座？先看。有。有哎、欸。好，那就至少是799,000以上的等级了。很多人问说这个等级怎么看？没有怎么看，就是背而已。这个车从699开始，699、749都是五人座的。哦，没有哦，699好像还有个719，再来749，再来799，799开始才是七人座的，再来819、889。如果是889是最顶级的，最顶级的才有侧边气囊。2017年的时候，所以第二件事情，我先看有没有侧边气囊。好，没有，不是889的，而且889是16寸铝圈，它是15寸的。但799跟819的配备基本上几乎都差不多了，所以我们就可以几乎可以认定，只要有七人座、有电滑门，其他的 iKey 什么都有了啦，好，有恒温空调，那基本上都是大概80万左右等级的，基本上到二手车价钱差不多。我先看一下这个车的状况，因为这这么新的车，看一下里程，简单看一下应该就没有问题了。然后其实799我记得它是没有萤幕的，但是有没有 Car Max？车没事，没装都没事，什么意思？哦，装了怎样？还是没事，哎，还是没事。37,17年4年车37,哎，好像还 OK 哦，哈。嗯，还有恒温空调定速，哇、哦啊，这个他妈这个，我这个挂点点的呢，哦，普普风，要修，哎，你看这个很屌，你看这里还做这样荔枝纹，哇，荔枝纹，哎，哇、哦，不、哦，这个内装真的。外表就是很日式的车子，很像日本的 很多那种小面包车那种感觉、嗯，所以基本上你把它当成日本的那种小 K car 来开，应该是还不错。简单看一下，哎、欸，这车太 easy 了，我跟你讲，这一集3分钟解决了。不是哦，这种车最好看，那开 Toyota 的 Gugumo 啊，不是、啊，都比较谨慎小心一点，哦，对不对？应该是不至于会有什么太大问题状况。他们只是了不起，了不起，只是进隧道忘记开大灯、嗯。了不起，只是说没有下雨起雾的时候开雾灯，好、哦、啊，没有怎样开后雾灯，了不起就这样而已嘛。还好吧，这应该还好吧，对不对？啊，了不起就是时速大概85公里开快车道，还 OK 吧，能接受吧？对社会没有造成什么样的危害吧？时速内啊，限速内啊，好、哦、了不起就是这个转弯方向灯晚点打忘记打这样而已、哦、啊。不会看你会不会忘？你都不会忘，你会不会忘记吃饭？不会，好像不会哦。你记忆力都很好，你都不会忘记打方向灯，你都不会吗？切的画完的碗，你都不会。不会。上次才有人说他妈的，你别人家车，你最好在的时候都没有，对不对？大家都会忘记。我忘记了。哦，所以这个合情合理嘛。Toyota 怎样？很好啊，又不会坏，冷气又冷，又省油，又好照顾，好维修。不要说放弃热情，放弃人生的一台车吧。又不是每个人跟你们一样对车都没有兴趣哦。阿贝塞野马，阿贝塞高排气量，阿贝塞啥？没有啊，对不对？人家只是一介的这个上班族，平凡人家想要好好的利用一个交通工具来移动，好、哦、啊，就了不起上述那些状况而已，还好吧？啊，我还遇过了不起，就是远灯在后面一直照着你这样、哦、，OK 吧？接受吧？啊，人忘记嘛？对啊，就好、哦、啊，你就戴太阳眼镜开车就不会被闪了、啊，还好啊？对啊，出门在外大家互相体谅，对不对？他可能是忘记了，好、哦，可能头脑不好使，生活遇到瓶颈，好、哦、边开车，好、哦、在烦恼这个他生活遇到这个瓶颈，遇到瓶颈怎么办？找瓶颈天，对，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哎，好，了不起就这样而已，好不好 ？Toyota 很简单，简单估就好了，它螺丝都没转，有没有？叶子板也没转。
这个也没转，没转啊，这个标签也在，有没有？水箱架也没转，水箱架标签，我跟大家讲，水箱架绕码都还在，没转，哎，有转，哎，刚才有转哎，我看到了，啊，没，人家开Toyota怎样？人家开车慢就不能不小心 A 到吗？可以，不小心 A 到 OK 吧？嗯，不要撞到里面就好了吧？人家开Toyota，人家开车不会开太快，所以就算他不小心 A 到，也不会太大力，了不起就是不小心擦伤这样而已。那擦伤，因为Toyota都是比较谨慎小心的个性嘛，车主好，所以他们一定有保险嘛，对不对啊 ？A 到，哎，时间到出险，换掉，换新，原厂换的怎样？换新的给你不好吗？我们就注意里面有没有撞到。我跟你讲，一定没有的啦，Toyota会撞到不会太大力啦。你确定？几率概率问题。哦，不过看起来是啊，这也没怎样啊。有怎样吗？对啊，就这里而已啊。哎、欸，这个没有换啊，在白色的，你看，早期调整而已呢。我看一下里面的螺丝，你不要以为拉迪赛我在看螺丝的啦，真的有种我会看到，好不好？嗯、哇，这隔音棉塞住了，搞追给嘞。哦，哎、欸，你看，说人家Toyota用料不好，哎、欸，人家有塞保利龙嘞，靠腰，哎、欸，这保利龙嘛，好不好？哦，有啊，环保杀手呢，不是啊？哎呀，现在都禁止用保利龙玩了，不是吗？对。为什么啊？这可以塞保利龙？我看起来是调整的啦，看起来啦，我猜是调整的啦。嗯。啊，门也 OK 啊，国外硬的啊。哦，皮卡也在啊，叶子板的皮卡。哎、欸，那怎么没有皮卡？这个门也有啊。嗯，你看 ，Toyota 就小心谨慎，有没有？开门还有警示，模范生好不好？哎、欸，这皮卡大懂啊？为什么没有皮卡？好险，我有另外一台。嗯，这皮卡有够难找的。就是要从外面这样看才看得到哦，有没有？看里面的吧。对啊，我去看另外一片有没有？哎、欸，这片哎、欸、也在啊，你看，所以人家调整而已啊，没错吧？哎、欸，你看有没有觉得很像一个京剧的脸谱？有哎、欸。哎、欸，川剧变脸黑哦。哎、欸欸，你讲吃火锅会看到？哇哦，哇，那种哎、嗯，我大概对这种车后边。跨小啊，那种感觉。为什么？对，每一台车都要看得很小啊，因为我都觉得跟大家后面还一直在看我啊，我就觉得很赌赌气呀。马三你也会这样子？哦，马三那个看得更那个，哎、欸，马白哥呢？啊对哦，哇，还看那路堵栏，你看一个椅子藏到下面去，你看有没有空间运用灵活变化大？啊，这拉得出来吗？哦，这个这样拉出来有没有？哇，嗯，有没有？我还可以躺，你看，现在后边弄了，慢慢开就没事了，都开市区比较多，不会了，不要想太多了，没有，这很方便，好不好？我跟你讲，这方便在哪里啦？这个车其实哦，我很少卖，嗯，因为我觉得太贵了。新车80万哦，我是跟他报45万来的，80跟45差多少？35，然后我们卖出来再加个5万，好不好？我们是不是要卖50出头？80万跟50出头才差20几万，不到30万，你不觉得价差不太大？而且是当初其实滞销过一段时间，新车促销也增值很多，所以其实事实上应该也不是80万，当时新车。这应该都买到70万左右，我猜啦，梦到的啦。这种车的一个好处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它虽然有一点高，可是它没有很高。这哪有四大人的时阵，好不好？不用在那边，像你顶盖迄坐迄个野马，是坐上面迄双门跑车迄路啊哀叫。嗯。你现在年纪大，膝盖不好嘛。嗯。我骨力无佳嘛，脚爬去走袂起嘛。对。扶落去爬袂起来嘛。哦。哦，你来徛咧，想要坐咧，想要倒咧，啊倒咧想要趴咧，啊趴咧了后要徛佫徛袂起来，迄种的有无？这种就是稍微屁股有没有？只要这样就好，膝盖不太用出力，你不用有这个嘛。对。对啊，你只要屁股这样顶上来就好了。空间灵活运用变化大，好不好？或者腿啊这，搬咧哦。哎呦哎呦，这是不是耶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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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是说存在感是不是？存在感的部分，不是品冠了，冠佑了。你不觉得他最容易被遗忘吗？不会啊，冠佑是干嘛的？不知道。对嘛，干的有够低了吧？你的空气吉他弹不错。啊，那我什么空？我 B bass 也不错啊。学够够了，要学了吗？奥特曼要学换挡排气管的声音。够我。对不？二胡我买要啊。二胡。
大家好啦，大家好，大家好。哎，二胡啊，哇，二胡我嘛是有涉猎嘞，对哦，人称南港九官鸟哎，我只差上次小坦他家的那个电话铃声我无法多呢嘞，啊那每节你出家每个爱个模仿那真可怜呐。哎好啦，这车不错啦，这车应该好卖啊，不要说要开过五十万哦，开价如果开不过五十万，我跟你讲两天就卖掉了。啊就这个叶子板有调整过而已嘛，这个要怎么跟他处？好啦，我去努力看看好了。哦，这是一个，哎，小姐姐。小姐姐交给我就对了啊，对，哦，啊，我可能会忙一阵子，哦，先旁边等我，如果必要你吃个饭，上个网看一下 PornHub， 嗯，好，稍微逛一下，啊，我好了我再叫你，好不好？我处理一下，我以为明天再来就好啊，我去处理一下价钱呐，哦，对，等我一下啦，好好好。再设鍵館、開車に食い抜い、開く。好了，搞定了，这么快？你猜猜买多少？依照我的业务能力，五十。啊，四十五，我跟他报四十五，他开来，我跟他买五十。你去喝茶，啊，你讲啊，拍摄给他叫一个五千的来，啊，你主动给他加薪，啊，我八千安尼哦，只会更少，不会更多吧？对，猜一下多少钱呢？四十五，四十。好，来，四十。好，你这人哦，我干啊，我足久无跟你合作啊，我跟你默契越来越歹啊。来，我跟你讲，哦，这台车的状况，站在哪一条法理上？嗯，你要跟人家扣到五万？我没有，我只有相信你的业务能力。没有你，我现在就问你，这台车哪里可以扣五万？如果是你，你要跟他买四十，你要怎么扣？等下你报四十五再开来，现在车这个样子，来，你外表看一下，来，有没有伤？没有吧？嗯，没有，没有吧？嗯，这个回来几乎基本上已经是美容完就可以上架的车子了，了不起换个油而已嘛。嗯，客官们评评理，我们人出来走跳，讲一个道理，请问。你为这台车你怎么给我扣五万？来，泰山先生，来，我现在我假装我是车主，来，你怎么样给我扣五万？来，哦，转过啊，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啊，转过就擦伤，标签还在没？换你啊，好，你换我转，没有嘛，没办法嘛，对不对？对嘛，好啦，那最后我们的成交价格哦，2017年的Sienta，那80万的等级，豪华版的，七人座的，好，我们最后成交的金额是40万。你站在哪一条？你跟他买40万？我跟你讲，就是什么？哦，看小狮长知识。你不能把这个东西怪罪在人家头上，开车子擦伤合情合理，烧饼儿哪有不掉芝麻的？人有失足哦，马有失蹄。乱提啊！啊，行先怕过又是一扯，脚步打叉下人无。你首先哦，你要怪自己啊，你总不能一直怪人家，人家妈踢赌篮是这样。现在正逢这个疫情爆发，每天确诊人数都高达数十名至上百名，全国上下同岛一命。现在因为疫情，大家都坚守岗位，不离不弃，大家都待在家里，整个这个消费力都变弱了。市场如同一滩死水，经济不流通，也因为这个原因，所以你来卖这台车，不好意思，这是我的错，真的是这个时机不好，经济整个经济体状况不好啊，我够还蛮呗啊，这种车现在七人座，你想看这七人座有用吗？七人座塞在上面变什么军具，对不对？也不可能七个人了，所以这个车目前是这个滞销的状况啊，你懂吗？我懂，你不要把过错推到上，你那个哎呀要拢鬼啊，挪啊挪啊，不要硬嫌，好，把它推给疫情就对了。我跟你讲，疫情现在真的很好用，他看小狮长知识，每一集都让你们长知识。现在不管讲什么，你都可以把它讲到疫情，不然你考我，你不管你想要拒绝什么，你都可以用疫情出门。出门太简单了，出门就疫情。啊，朋友跟你借钱，好，我看你反应不够快，我自己想。好，啊，现在疫情，我就生意变差，本来一个月卖100多台，哦，现在可能剩10-20台，我连三餐都已经没办法度过，这个开销都快打不过了。哦，你叫我怎么借你钱？所以这个借钱你也可以用疫情啊，妈妈催你结婚，疫情。疫情怎么结婚就不能办啊？疫情我出去怎么交女朋友？没有在外面 social， 没有在外面社交，我怎么交女朋友？没有交也没有社。老婆说：“哎呀，你怎么好几天都没有来做功课了？”讲疫情，对不对？辛苦，好，避免接触。反正我跟你讲，不管3721啦，都推给疫情。老婆懒得煮饭，对不对？哎，老婆，你怎么最近都不煮饭？啊，现在疫情菜不好买嘛，对不对？我们就叫 Uber 吃就好了。喂，老婆赚到不用煮饭。现在不管人家叫你做什么，你不愿意做，你就讲疫情，对不对？不想上班，疫情啊，合情合理吧？老板说，哎，啊，泰山这样，干规工人都不来上班，啊，拍谁啊？我就确诊啊。老板就说，
哦，买，你好好好好休养，完全好，确定好了再来。你看我们公司就妈两三个都没来了，啊，微解封也不会来，哎，我怀疑是不是利用疫情就自动离职了？真的吗？啊，我知道了，他们一定是这个。朋友问他说，哎，啊，如果你公司不想待了要怎么办？哎，用疫情，好，在家上班，上到最后就慢慢的就脱离公司了嘛。啊，这个是不是也可以套用到男女朋友？啊，你想要分手又不好意思说。嗯。啊，反正我现在疫情，我现在都在家里，啊，慢慢待久了。啊，真的疫情过了，你们的感情也过了，好好不好用？叫我计划通，计划通方这边好不好？百搭，所以我们就是利用这个疫情，哦，跟客人买40万，2017的西安卡，哦，最后成交价格就是40万，好不好？那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记得订阅、留言、分享。疫情，我想求订阅要用什么？疫情，嗯，好，哦，因为现在疫情很严重啊，这个我们也是不畏疫情的元菌，因为疫情所以要订阅，下次见，拜拜。Later， 好了，开拍了，开拍没啦？开啊，你要拍哪了？干哦，就在这边，不然哪一台？哦，啊，这台不是拍过？我们是不是定期出片？定期这个你要卖多少？买车定期推车。对，我们也要定期中枪啊！定期中枪，吃芝麻那不掉烧饼的，哦，啊！我烧饼掉好几块了，哦，你烧饼上次呆哥才在这边，在这边，这这一台啊，哦，上次呆哥才掉一块烧饼，现在换我又掉一块烧饼，真的很烦。哎，我想观众朋友，这不是节目效果，好不好？我在这边郑重的这个发表一下声明，这绝对不是节目效果，因为我怕观众看腻。为什么你们每次对不对都塞这种梗，故意买一台车，然后再来中枪，然后再来写一个惨赔，对不对？这种套路观众看久会烦嘛。我们现在这不是套路，我是真的啊。不过我跟你讲，这台等级有点高啦，不要我自己讲等级有点高，你去找柯P来，好，我现在麦给你，好，你去找柯P来，叫他来检查，说，哎，小师说叫你这个复检。一下说这台车是撞怎么样？好，不要说我们都是在 say 梗或是怎样。我跟你讲啦，我们也不愿意买错车，我更不会拿自己的钱开玩笑，故意去买错车来拍影片。对啊，我钱留在身上，反正也是被我老婆花完，所以我就妈自己花，不是？你这话可以讲吗？不是，对不对？我们钱可以来买更多可以赚钱的车子，我怎么可能故意花钱去买一台错的车回来？嗯，这个千百个不愿意。这台等级比起我们之前拍的都有点高，引擎破洞我们真的看不到，不拆我真的看不到。按你说调表，其实当下我是确实知道，但是我觉得那台车的这个车的价钱，我觉得还可以接受。嗯，好啊，我玩弄一下阿呆，我觉得那还好。可是这个我觉得就有一点争议了，好不好？你去找柯P啦，我去躲起来，就是小师说，哎，欸，这个差不多要发包，叫你复检一下，这样，嗯嗯，平平淡淡的说，然后让他这个冷不及防。好，去，快去找，好，我去坐旁边，哦，假装没事情，好，嗯，柯P，阿柯，柯P，干嘛？干嘛？小师找你，我干嘛？要去拍一下，说教大家怎么简单的估车。简单的估车，简单估车就换单呀，就出低一点，就是最简单的。出低一点，永远买不到好，最简单的。后面要了，走了，哪里？前面了，前面啊。那，啊，怎么了？没啦，就叫你看一下，然后想说你看完就可以发包了，洗一台，马上，不是马上啊，一台又掉钱啊，要叫你看对。啊，要换啥？就教大家怎么简单看一下有没有问题啊？先绕一下，先看外表嘛。嗯，我习惯都会先绕一圈了，看一下外表怎么样。反光啊，没事。太惨，嗯，是啊，如果一手车可以问客，啊，车有没有怎样啊？客人你说哦，没有。客人讲话，十个大概八个都说没有，只是都要先打个折。对，都说没有。对啊，你问我说你有没有撞过车，我一定说没有啊。啊，过来，还可以看哪里？等等，啊，你这新这水的车上面有看？看条鸡啊，有啊无？就是要看啊。鸡啊无啊，这贴纸嘛有啊，啊图啊，老师好个啊，对啊。哎，这啦，这啦，哎，这啦，各位，你看我，你跟我讲。我老师有尊啊，你好讲，我尊的，我尊的高，哇，啊，好啊，现在我看好了，就是这个叶子板哦，啊，老师有转啦，啊，表示叶子板有换，嗯，颜，啊，色也比较亮嘛，哇，它金的话，金光闪闪，嗯，有啊，啊，够我，除了这样呢，看起来是这样啊，只有这样，这将近没有中啊，就是尊啊，嗯，尊过就安尼嘛，一定给落惨或者点惨啊，对，好，没事的，没事的，看完了，没事哦，就其实这个就是价钱的问题而已啊，没什么问题啊。那可以发包了吗？可以发包了。你就看这样子而已。画完了。看完了。
就是这边叶子板啊。哎、欸，刚刚讲，哎、欸，叶子板我也给你干完啊。螺丝有准啊，螺丝有准、欸、啊。哇，刚刚有，应该有啦。不管了，这边有准。哎、欸，我那时候看是有没有换，我也忘了。哦，我有说是不是？看、哦、那拍片拍太久了，妈，现在还有穿外套的。啊、哦，我还有长头发的，还没有播，还有长头发啊，还有。泰山，答案揭晓了。代志不是讲人想遐尼简单，你有感觉你看到东西吗？无对吧？我嘛感觉，我嘛有一个怪怪啊，我看袂出来啊，对啊，对，对，我先。为虾米？唔知道啊。感觉哦，你讲这个对啊 ，ending 挂的缝不赶快左左右边去小陈那边顶起来。干嘛的？不用，没有，没有漏油啊！啊，没有漏油。我来讲啦，这无听看袂出来啦。我直接跟你讲啊，这一定有欠着的啦。把这护板拆了，这种是二手车最常中枪的地方。你看这护板护起来，你看得到什么？对啊，这公司梁硬欠着啊，好不好？这变形的啊，而且没有敲到米胸，他妈的！我跟你讲，这无听真正看袂出来啦。泰山，你看这边凹进去。哦，这下水箱架嘛，哦，白平的，对不对？啊，现在这边撞一个，这边变一个三角形，对吧？有对焦哦。那边是平。对啊，平的啊。你看它这一根副梁，这个叫小梁嘛，小梁你知道啦，梁克群一掉，看了小梁啊，你知道？好，这根是歪的，啊，你看那根是直的，有无？这抬头我已经想好了啦，连科P都中枪了。我跟你讲，他引擎盖已经歪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其实如果要再更认真，这个保杆要卸下来，你就可以看到全貌了。来哦，我在这边跟大家做一个这个还原，它就是凸着加嘛，凸着加拢歪嘛。下水箱架往上顶了，因为水箱架是一个方字形、口字形嘛、井字形嘛，这边吐上去以后，引擎盖就歪掉了。它梁歪掉以后就磨到传动轴了，有没有？就磨到传动轴。磨掉，磨掉。哇，这机挑你啊，这机正常按压呢，啊架起来，是正的，就是这样。打到那个。对，这个啊，伤侪啊，折太多就会变这样。本来应该有一个缝隙吧，你看这样。哎、欸，沙寨啦，沙寨亏沙寨啊。这个东西哈，你看我们你要卖多少，每次上面这样看一看啊，里面画 K 小画画没有啊？好，这台也一样是这样的情形。我问你现在这样怎么办？好，我回过头来，如果去跟客人说要跟他扣钱，他是不是说我们黑心商人？为什么你跟我讲好估好了，你要跟我扣钱啊？事实上哦，我坦白话讲，这个状况我们真的整个拍出来了，下护板不拆，我怎么知道？那以后哎、欸，阿克阿姨哦，打台下来勾下拢，来小陈家请起来，啊下护板跳了，慢慢跳了再来看，啊无看阿咩阿咩，有没有人跳？有，靠，可能没有你跳，我来勾下家你啊，你干嘛跳了了？给我价格强不容啊，不装了，你又开走。你说我们这一行有没有风险？请假五风险没啊？这个我们回去扣钱呐、啊，车主要给我们扣吗？等一下要被人家说我去小资汽车卖车，然后又被扣钱啊？我愿意吗？是我愿意扣的吗？我要多赚吗？我没有要多赚啊，我只是这个不想亏损而已。反正这个车哈、哦，我跟你讲啊，买也买了啦，钱也扣不到了啦。好、哦，我相信这个回去扣，大家感觉都不好了。那我只在这边分享，有时候哈、哦，下次这个估车的时候，我们可能要跟客人讲一个淡书啦。哎、欸，我跟你讲，要看更清楚，是连保险杆都要拆哦。啊，这状况我怎么可能你来估车，我跟你拆啊？大家要有一个，不要说这个口头承诺还是默契在，就是如果真的发现这一种我们无法及时发现的这种状况，是不是可以请各位大爷给我们一个空间，说协调一下？哦，看他做服务业，这个就卑微。各位讲，拜托啊、哦，拜托拜托，给我们一个机会再妥协调一下，不然我把车还给你，好好的还给你，啊，你把钱好、哦、也如数的还给我就好了啊！大家没有输赢，坦白说了，也有车行会利用这个盲点，买完之后回过头跟客人扣钱。但是站在我们的立场，我们回去扣钱不是为了赚更多，而是为了不想亏损。哎、欸，我觉得这个利基点差很多吧？来，给阿哥讲解一下后续我们怎么把这个车弄到完美。这边跑掉啊，把这个瓦掉啊，不一定瓦掉的话，这个一定可以换的。要往前拉一点，水箱架校正。对啊，校正的。我跟你讲，我为什么我刚刚很注意大梁也没有怎么样？像这个小的梁都是螺丝锁的，锁的话我们就不视为结构嘛，视为可以更换的，所以还好，就是等于有点像更换耗材嘛。公制梁也是锁的嘛，用锁哎，对不对？我们就更换耗材嘛。哦啊，好险它梁没有中啊，因为梁中了就要拉，就要板，就要敲，可能要烧哦。那这真的是事故了，它应该是我觉得是蹬到哦安全岛啊，其实啊，譬如说。像一些行道或者什么，这个其实在我们估车里面，我这二十年的生涯哦，
由下往上瞪中是最难发现的，因为你从上面看到厚厚啊，哎，它瞪住啊，就买了都买了，没赚钱处理好，不赚钱也要把它处理掉啊。跟大家分享一下，那个做中国下部打钢盘，订阅到这边，订阅帮我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好不好？啊，后续还是会拍吧。对啊，订一下，隔壁都中枪了。对啊，好，拜拜。有没有？你们看，我现在这个手电筒指的这个地方，嗯，有没有？有，稍微开掉了，嗯，哦，那边就要稍微点看一下，对，黑黑的哇，嗯，哦，暗的，这个吗？对，这一点，这一点，没有。啊，哦，所以我说这个保杆不贴，不真的要认真保杆要拆啦，对啊，啊，今天我们就时间也晚了，就不拆了，反正就知道是这样的。泰山出去赌博有没有？压一百输了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压两百，两百再输，下一道压多少？你说，三百啦，你才花三百而已哦，你还想再赚一百？啊，我懂，我懂啊，再结果输七百。那公斤呢？这整台车哦，看起来真的几乎一毛钱都不用烤漆耶，都没有伤啊。输了，唯一就是这里了。哦，我跟你讲，这就像什么？泰山看起来一表人才，其实里面都烂光光了，其实生衰啊，有没有？就类似这种感觉啊，外表看起来漂漂亮亮，一表人才，裤子一脱下，哎，哈哈哈哈哈，啊，发包了，发包，还有我们刚才有穿的衣服，哇，啊，狗有点变形是因为胸肌太大，是啊，对，狗有点变形是胸肌太大，哦，猫脸有点变形是胸肌太大，哦，不要误会。那，啊，这边也变形了怎么办？啊，这边没有啊，这边因为太瘦嘛。是，啊，如果是你是这样变形，哦，是这样子，哦，对对对。